关键这地方不天天来呀，你看咱狗用狮子筋用的那个量比较大，一下多买点呗。上回我们买了一整箱啊，一整箱20多包了，这才几天，一个来月用了了。啊，喝了。要不要？不要不要。大哥，你扫码啊？你这是真的吗？你没骗我吧？你确定吗？哪个大哥说的？我头疼。走就是鱼了。还有这个鲜汁棒，能扫我照一下那个二维码就行了。大哥，你扫的情况下，我上那边我挑榴莲去了，我看那里边有4-5个榴莲，挺好的，我就。咋捏那个？咋捏？不是咋捏？咋捏啊？咋捏？不违规，不违规，现在不违规，以前违规，现在不违规。大哥，要不这么地吧，大哥。你那个给我转500，转500，我一会儿要用不了，我就退给你，行不行？你这扫码我不太那啥，因为一会儿在那儿吧，你那么多人搁那儿等着，咱就一直怼着那二维码照，要你扫，你这是不太好，那么多人在那儿等着。捏个好，捏个好啊，捏个好，拿捏个啊。跑了，哎，啊，不是不是，别。说榴莲吓跑的啊。大哥也不硬啊，哎呀，桃子了，嗯，桃子了。好了，走买大蒜。啊，大蒜，别了，这外头卡着呢。哎，这啊，哪里？哎呀，心酸呐！
没有老散吗？哎呦我操！我娘说要大蒜跟姜，还有啥来忘了。啊，对，还有花菜。买个芹菜，那芹菜也好呀。这菜你吃不吃？吃过吧。你忘了北凤，我在巴基斯坦。北凤还是那个姑姑。啊。好。芹菜弄点，好点。这有两菜吗？都上一个了吧？没有了。没有什么玩意儿，要不要什么 fruit？ 要什么？西兰花我看了没有？哎呦，有菜花，没有西兰花。啊有。这玩意儿叫西兰花吗？这玩意儿？不是说富贵命不富贵命啊，铁铁吗？怎么说呢？相互成就吧，对不对？没有他跟那个小兔崽子，也没有咱今天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呢，碰见我呢，他现在还是村姑，对不对，铁铁吗？我说没错吧？他还在村里当村姑呢。没带山姆出来？没有，他爷爷带去玩了。啊，那这车好了。相互成就，啊。相互成就。这个挖起葫芦。啊，你要踹一下这个。啊？这个 not sweet， but 这个 inside have many many water。你弄点踹一下。啊，拖了踹一下。不好吃，这一点味儿没有啊。不好吃。啊？我吃不好吃。随机的。好了。别撑，别撑撑，一会儿挑完了再撑。要这个？找人给挑一下。哪个海洋？你看，你去录个。过来。
这个榴莲就这两个品种，一个是青泥榴莲，还有一个是干什么榴莲。这两个榴莲哪个品种好吃？铁铁，只有这两个了，只有这两个品种。这个买贵的，这个贵啊，这个贵啊，但是这个都没开口啊，没开口啊，不好啊。他们说这不好，他们说这都不好。不好啊，那算了，不买。这个 sweet and not sweet very sweet 啊，这个少拿两个吧，我也不确定啊。好，尝尝，拿个那个弄坨里坨里吧，太多了啊。那个太大了吧？等会儿我问啊，是这个。我喜欢这个爸爸的，这个腐乳的晒的还能这个。啊，还有。把心在球里。啊，你喜欢这个？啊，喜欢你吃。好了吧，走。哎，这个榴莲好吗？这个榴莲。啊。这个没有贵吗？啊。你会跳吗？我不会跳的。拉倒吧，走吧。